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统一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。好，我一直好奇哦，为什么要在半夜紧急广播呢？还以为是有紧急事件发生了，还有人呢不满批评大骂说这个政府到底让不让人睡觉。微博事后呢则是封锁了所有广播相关的消息，也针对了广播的问题哦，云南省的电视局表示正在调查原因，但是否认是遭到骇客入侵。